有缘在现，无缘在隐。这个所说的法，这个段所说的法，这些前头这些无差别，都是从法上起的。嗯，这个所说的法呢，是指众生的身和心。法就是你所行的法，也就包括了戒定慧三学，各个法不同，看对哪一类的根基说，对的基不同。业呢，说你所做的，有的是善，有的是恶，有的是有漏的，有的是无漏的。还有果地差别，果地差别就是因所造的业的业因，感的苦果。因为在你的因不同，苦果的感受上不同，受身不同，所以身有种种差别了。因此根基有差别，有善根深厚的，有的就是业障深厚的。咱们看很多的人类之中，很多的人类不同，有的意识的到，意识到顶点了，有的智慧到顶点了，那就是佛的智慧，诸菩萨的智慧。那我们这几百人，各个的智力不同，各个果报不同，那随缘吧。这供养的是满足的、平等的。如果你到斋堂吃饭，你胃口大小，能吃好多吃好多。佛是讲业平等，佛法讲平等，不要像四件像或者是10块钱，一人1块钱，这才叫平等，这个不平等。那么到斋堂去，那个行堂时，每人都给打2碗饭，平等嘛，每人只能吃2碗。吃1碗饭的他吃饱了，他胃口不好，他胀得不得了，他吃得下去吗？吃3碗饭的他还没饱，这个不叫平等。怎么样平等呢？随他的业，你1碗半饱了，你吃1碗。2碗饭饱吃2碗，3碗饭饱吃3碗，但是你要能吃好多，供养你好多，这叫平等。随你所做的业来讲平等，这讲平等。果度为什么有净有眼？为什么他那个地方这1、2个月当中遭了3次水灾了？咱们什么也没遇到，是连听都没听到，你没这个业。有这个业的你就受，没这个业的不受。说法上有差别的，不是说着有差别，佛说法是没差别，众生的业那我们就有差别，我们不能直接着跟佛闻到法。文殊菩萨在五台山天天说法，他方世界的好多菩萨到这儿来求法闻法，咱怎么不知道？就说咱吧，咱们讲华严经，那好多的人，他并没来听啊，他没这个缘。我们在这听的人，结下难聚完了，放假了，走了好多，他没这个缘。不是我们不平等，不是不对他说。再说近一点吧，我们华严部的以前10几个人，现在剩了7个人了。说我们叫他走吗？不是的。他自己愿意走吗？也不是的。他的缘他就得走，他有病了要看病。这叫什么呢？这就叫平等，依他的业报因缘。平等是这样讲的，佛说一切都平等，业缘平等，果报平等，
你造你的业，你受你的报，这是平等平等的。所以我们经常说要人人平等，那怎么平等得了？那个人个儿1米7几，那人个儿只有1米5还不到，还有1米3的，不行，都把它举成平等，一粒1米5，完蛋了，恐没一个活着的了，是吧？因此佛所说的平等，佛所说的法平等平等的，你没那么大个气量，我们普通供养水，你只有这个小杯子，人家他拿了一个大桶，那当然是他就灌一桶走了，你一小杯子，那小杯子走了，佛说法是平等的，那你取，你没那么大个度量，你就取这些。如是东方百亿诺由陀，无数无量无边无等，不可说，不可称，不可思，不可量，不可说，尽法界虚空界一切世界中所有众生法差别，乃至国土的果差别，悉以佛神力故分明显现。这是不可思议的啊，就是往东方，东方有百亿诺陀国，这我们智慧是不行，是说佛的智慧，这十大不可知说，无数本来就无数，怎么还能有限量、无量、无边、无等？这都不可知的，不可称、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尽法界虚空界，虚空界更是不可说了。所有这里头的一切众生差别，乃至国土的国报的差别，佛的神力，一切顿现，顿现，这得是那些个大菩萨见得到的。我们能见到什么？我们就见到我们这个世界。刚才我跟大家讲的，现在我们所处的五台山，乃至于我们这个地球吧，南阎浮提，各个不同啊，以小来论大。都不同，我们同住在五台山，各个不同，你想法不同，思维不同，生活习惯都不同。东方世界如此，南西北方、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也如是，这叫四维，这上方下方，就十方所世界都如是。都入世者呢，情况呢是一样的，都是你没有这个智慧，了达不到的。同时，我们这个众生心，他只有些人呢很自私，只管自己，只管自己，他就没想到别人，别的事儿。也有些个提倡的要是平等。要心量大一点，要关照别人，这样人世界上有吗？有，但是很少数，有他也做不到，也做不到。咱们看见这个水，在这个世界上水很多，为什么有些人没水吃？这不很奇怪吗？为什么有时候水灾、风灾、火灾到处都有灾害？为什么有些人从来不知道，他也没受到，他连知都不知道他怎么受到呢？种种业不同，种种的因不同，种种的果不同，这叫种种差异。对，要明白这个道理了，明白这个道理了，你的心地，你的心地，你返回关照你自己的心地，
心地。关照自己的心地什么呢？你现在自己认识认识自己。我说这些话大家可能有点笑话，说自己还不认识自己，那是你们的看法吧。我的看法啊，我们这里头很少自己认识自己，包括我在内，我就自己不认识我自己。我要自己认识自己了，我也是大菩萨了。我不认识自己，我不但不认识我自己，我还不认识我的。为什么我能活到90岁，而且早就该死了？在我开刀时候，医生告诉我活不到5年，现在我活10年了。医生不可靠，医生说的话算不掉。我们有一个道友，他的现在的是肝病，把肝切除一半儿，剩了一点点，一个 T， 切除1/10嘛。一打开的腹腔啊，脾全是癌细胞呢，脾也切除了，胆也是癌细胞了，也切除了。都切完了，您的肝、胆、脾，跟这个，对，最初是肝，肝、胆、脾，他大概切出这么几件去了。医生跟他说活不到一个月，他要请啊半年的假。医生说啊一个月就够了。后来那医生跟他太太说你先生活不到一个月。这人也知道了，这些零碎都摘了。咱这腹腔有好多零件呢，佛法不思议，他现在还在活着呢，10多年了。说医生不可靠，我们这无形无相的，就是佛菩萨加持，谁也没看见佛菩萨加持。有人感受到，确实是佛菩萨加持。印得吗？就是智慧，没这个智慧。明明受三宝的加倍，而且还在抱怨三宝，这没让我发财呀！你本来该失掉的呀。我有个弟子，他还有个公司，本来该关门的，现在能打平衡了就不得了了，还想发大财，这就是佛菩萨加倍。因为为什么？你那个订单已经受了损失了，很明白告诉你了，你还不相信。好多众生他不相信。相信吗？像我们很多道友，他上我这告假，哎呀，我说你家里没什么要紧事儿，把《欢迎听完嘛，起码把个文明品听完嘛，不行啊，放假了我得走啊，我不走，我将来不放假，我要走也不行啊。我说你有什么急派事啊，非走不可呀？急派事倒没有，急派什么呀？护法把你撵走了，你没有把这一段听完。本来文明品、净恒品，在我们初信学华严经里非常重要的。缘不具足，你说怪他吗？不怪他，怪什么呢？怪他所做的业，不认识。我们好多人造业不认识，就叫自己不认识自己。因此啊，在学法时候，这问明品完了啊，完了之后。明没明啊？明了好多呀。对这一品经怎么理解的？主要是文殊菩萨。这一品经教授我们做什么呢？明白，对应舍事物
你先要了解，要明白，为什么烦恼？就是你不明白，明白了就不烦恼了。一件事物你放不下，看不破，不晓得这是假的，对，不是假的。上回我们北京不是演那个《红楼梦》啊，去那个林黛玉的，我问他，我说你脸演的林黛玉什么心情啊？真的假的呀？当然我不是林黛玉了，是假的了。我说你演的时候，你当真的演，当假的演呢？他答复不出来我话了。我说你要是假的，你上台怎么演林黛玉啊？你演什么角色得去什么角色呀？你演林黛玉得像林黛玉呀。我说还你还是好，你还是个女的。让梅兰芳男的演林黛玉，那更不可思议了。对。现在我们在这世界上，把我们自己身体看见，演戏的，像那个变化的耍戏法的，演魔术的，我们自己把自己看成那中间一个角色而已了，这是假的。那假的为什么有这么多烦恼？那你自己要生烦恼，不是真有烦恼，烦恼是没有的。你每回要烦恼的时候，你坐下来静静想，这个烦恼怎么起的，从什么地方起来的，它消失在什么地方去。等你有病时候痛得很厉害，这时候就你用用佛教的功夫，佛告诉你的观嘛，四大是假的嘛。但是虽然是你不能够当时就成观，但是经常这样用，痛苦能减轻，高烧也能起变化，高烧不退，你试试看。在这一切事实当中，当你烦恼的时候，黑夜睡不着觉，在床上来烙饼，翻过来掉过去，你起来吧，不要再睡了，不要再睡，你静坐下，盘腿想想，你这为什么？问几个为什么？问问自己，为什么？最痛苦的时候，最烦恼的时候，最不如意的时候，这正是你学佛学的所学到的下手的地方。太高兴了，就是玩的太乐的太，不要太过分，停一下想想，想想乐完了之后后果。那时候因为带有前年吧，带一个俄罗斯的小孩，一个女孩子读大学的，她会说中国话，在中国读大学的，她很耐玩。我就问过她，她问佛学有什么好处，我说当你玩的最快的时候，你马上停下来别再玩了。她说为什么？我说你每次玩的时候，玩完了最快的时候回去有痛苦没有？他想想，他说有。我说都有哪些痛苦？我说腰酸呐、背痛啊，腿也不好，倒到床上很久都恢复来。我说那个乐过头了，乐是苦因，那个乐的时候，所以你才痛苦。说你以后啊，不要玩得太过分了。人在社会上做一切事儿都是这样子，适可而止。对，这也是修道一个出入门的方法。对，你不明白糊涂，你找找糊涂的原因。
根据佛所教授你的这些方法，你用一下吧。怎么样的名？名怎么下手啊？咱们讲完了，你下手的功夫怎么用啊？他让你认识当前的现实的事物，你对这个事物明不明？这花你看着很，大家都喜欢，他要谢的了。你把它保护到这个室内，现在都是昨天早晨咱们是零下，拿到外头去，让它明天冻一宿。你看它明天早晨，它还这么精神不精神了？它就消灭了。懂得这种道理吧？就多起观照，观就思维修，思维修就产生智慧，产生智慧就产生了明了，智慧就是明。明了，你在做任何的修行也好，看问题也好，看问题嘛，要追它到底，那才能达到明。不然呢，你明不到的了，智慧生不起来。找因缘，找因果，想想它的周围环境，每个大小问题都入是观，先观你这个身体是假的。不是佛说是假的，你自己看看是假的是真的。你爸爸妈妈，你祖父祖母，或者你上一代，或者100岁以前的人，100年以前的人还有几个？就这个变化你可以观察吗？观察你就知道一切事物都在运动当中，都是变化的。100年前事物没有了，咱们现在更快，50年前的都没有了。相信吗？相信一些事物是无常的，你就会生起智慧。任何事物别把自己摆进去，这个事物没有我，无我观，这叫靠智慧。没有名啊，什么都想得到，得不到的，得到了还是失掉的。来这样认识，渐渐就明了。在遇到烦恼了，就需要你明一照，烦恼没有了。你想没什么了不得的，我这身体也快了，没几十年就消失了。这样一观想，身什么都，你那个火热的心呐，烦恼的就像烧火一样的，马上就清凉了。当代佛门奇宿，梦参老和尚，1915年7月13日，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1931年，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一生学通显密，教通八宗，畅讲华严，力弘地藏，虽蒙雷泄之灾，33载，弘法心志未曾稍歇，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纪，享受103岁。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少龙佛种，缅怀风范。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慈悯度众，利乐有情。有佛法就有办法，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生命电视台的存在对于这个世间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岁末迎春贺岁点灯祈福法会，普门示现，应机说法，千足祈福，万众云集。日期1月31日星期一，时间晚上8点，恭送普门品点千灯祈福法会。日期2月1日星期二，大年初一，弥勒慈世尊初一逢圣诞，新春礼千佛，消灾增福会。时间上午9点，礼千佛即佛前大供，恭请慧泰法师及法务指导法师群共同领众。日期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89 0398989 8686 0398989 8686 0398989 8686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慈悲置业花莲中心举办新春祈福，恭送金光明最胜王金，点灯供水要供甘露施食佛前大供，恭请常住法师领众。日期111年2月4日大年初四，2月5日大年初五，时间上午9点开始，地点花莲中心，花莲市建国路160号，电话038311673038311673，敬请与慧菩萨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新春吉祥，恭喜发财。那么大家也许会想，哎呀，师父怎么那么俗气啊，出家人还讲恭喜发财。那其实在这里，我不只要恭喜大家能够发这个世间财啊，还要恭喜大家在新的年度努力的这个发佛法的功德发财。那么世间的财物呢，能够滋养我们的色身，我们也可以让用世间的财物啊来广行布施。所以财物不见得完全不好，有财物啊我们才能够拥有好的生活，那么也可以来作为菩萨的资粮。那么除了这个世间财之外，身为一个佛弟子，我们更应该要努力的来积极佛法的功德发财。那么在佛门当中有所谓的七圣财啊，那所谓七圣财，第一个我们要具足信心，所谓信、戒、禅、慧、闻、思、慧，佛法里面的一切的善行啊，都是我们要去努力积极的。那么所谓的信，就是要对三宝具足信心，所谓信为道源功德母，一切的功德首先来自于信心的建立，而这个信心就是对佛法僧的无上功德要建立深切的信心。那么这个戒啊，可以让我们不断的断恶修善啊。那具有惭愧心的话呢，我们就学会反省自己，留意不要去造作恶行啊，因为有惭愧心就会离恶向善啊。还有呢，要听闻佛法，因为了解佛法就等于了解了这个解脱乃至于成佛的道路应该如何去实践，所以听闻佛法是非常重要的啊。还有呢，我们要广行布施，累积福德资粮啊，还有不断的去开发智慧。但是智慧的开发当然了，来自于佛法的听闻，所谓闻思修慧，乃至于戒定慧的熏修。新的年度啊，在这里祝福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发大财，不止发世间的财富，也能够呢一起努力，一起加油啊，来发佛法的功德发财。谢谢大家。
重视人生，成就。